嘉义市卫生所最近来了一位女街友，她说她要修行，结果呢占据了屋檐下，就是不肯离开。她说自己有房子可以住，但是却把这个棉被还有所有日常用品都搬到了入口处。要到卫生所去洽公或看诊的民众呢，都觉得奇怪，不得不侧目。那么虽然卫生所人员不断的劝说，但到现在为止，她仍然坚持不肯离开。这位女街友把棉被和枕头以及一些家当全都摆在卫生所残障步道的出入口处，十几天下来都在这里生活。主任医师苦劝，但她就是不肯离开。麻烦你搬走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安全门的，越过你公共地方。女子说她自己有房子可以居住，因为要修行，四处为家，选择这里可以遮风避雨。我的好希望。学习哇，爱学啥物？世界各国通灵会啊！通灵会啊！世界各国通灵会。啊，我看你也写物件，写啥物啊？啊？你有写物件？拢上少年啊！啊？要上白羊地基地啦。啊了。哦，啊，今天有啥物特别的条原因无？无啊，是风灯啊，落雨甲门都搬。路过卫生所想要进去处理事情的民众都对女子的行为感到不解，也影响到出入的便利性。已经在处理了，社会处他会来弄啊。怎么弄？社会处他已经跟卫生跟警察局讲了，那他们两个一起过来的话，来垮了对了哈，别人弄来处理掉。由于已经造成卫生所和民众很大的困扰，工作人员只好通报社会处帮忙。毕竟公家机关门口被女子占据，也实在不雅观。中天新闻侯国文嘉义报道。